OK， 所以我们到了这个神奇的文旅。OK， 所以我们到了我们住的地方。那我们 OK， 我们到我们住的 OK， 那我们到 OK， 那我们到我们住的地方。那我们现在已经是9点多了，所以就是吃个晚餐，应该就是差不多睡觉，就是休息，然后准备明天的正式拍摄，就是有大人物出现的拍摄。